儿童一旦发生龋病，是需要对牙齿进行充填治疗的，但是充填治疗的牙还会有患龋的趋势，所以呢，我们对这种高危的易患龋的牙，还是可以对未患龋的部位进行涂氟处理。这种涂氟处理呢，可以防止牙呢再次发生龋病。儿童一旦容易发生龋病了，就应该引起家长足够的重视，要定期带儿童到医院进行检查，防止呢龋病加重。龋病的危害呢非常重，尤其对儿童，他发生龋病以后会影响他的咀嚼、发育等等一些功能方面会产生不好的影响，所以呢，家长应该足够重视。